OK， 没有问题。这一期视频给大家带来一把这打着非常精彩的一把这个不公平十三啊，咱们全程啊都在打架，操作值直接拉满。好，那你看这一波啊，左边的这个紫色，他高科技造了出来，然后呢，在我们的家门口啊甩了一个船厂，然后他家的重工里面啊传出来了一声基洛夫的叫声。那你看啊，很明显的。肯定想过来啊，直接快攻打我们这个点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啊赶快把从上面跑过来的这个神盾啊给他重新支援到下面的这个位置。毕竟他的这个基洛夫啊过来的话，我们的这一些煤球的防空他可能不是特别能顶得住啊，对不对？好，那我们呢赶快再造几个这个潜艇。潜艇虽然说会被他的这一些乌贼啊给他绑住，但是绑住的时候我们也是能对他的这个导弹船啊造成伤害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呢赶快用一个偷车过来摸掉他的重工，再过来啊摸一下他的这个矿场。哎，结果啊他的基地在这儿，哎，我们过来啊逼他的基地车收起来。你看基地车收起来了，直接一波超时空啊把他的基地车丢到河里面，然后我们的神盾配合防空再守住他的基洛夫。你看他看我们的楼啊没了，楼没了我们也有理啊，你的坦克往我们家里面冲是不是有点找死了呀，对不对？好，哎呦，坏了，这个高科技啊，让下面的这个青色给他偷了。他下面这个青色啊，他开局是有三个基地的，但是说明啊，现在他手上应该已经有游离改了啊。好，那我们呢，利用这两个控制的坦克，是不是就能把小紫的家里面的东西全都拆光了呀？再加上啊，我们的高地的这两个神盾一打。这个小子啊手上已经没有什么兵力了啊，然后这个下面呢箱子位置的旅游车还跑到我们家里面来了，刚好给我们的坦克啊练习。好，那你看这一步啊，对面紫色的这一些牛车我们是不是能用坦克过来把它全部消灭掉了呀？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用这个基洛夫直接打掉他的这个船厂。哎哎呀，坏了，他还能造海螺啊！不过我们没有在意，想着剩下的经验呢、啊，咱们让一让了。结果让他造出来了两个海螺啊！但是啊，这一波咱们也问题不大。海螺嘛，两个海螺，他凭什么能把我们的基洛夫给打掉啊？哎呀，但这个时候又一想啊，算了，还是不让经验了吧。毕竟啊，我们这一波基洛夫把他的船厂给他炸掉，并不是说他直接就死了。我们的基洛夫要是在这个时候啊重新跑到岸上，可能呢、啊、他就掉了，对不对？那就啊赶快把这个紫色给他一波带走。好，那我们家里面的这一些小的这一些废电啊肯定也用不着了。那我们再观察一下现在全场的这个局势啊，右边小红跟小陈啊两家打得不可开交，对不对？然后左上角一个小黄啊与世无争，小青跟小绿两家明显啊也是要开战的。好，那我们呢就不要着急，毕竟他们呢都有自己的对手，那我们也得给我们自己找一个对手才对啊，对不对？好，那你看我们的技能啊都已经准备好了，超时空加上铁木已经准备就绪，然后我们再带一个这个履带车，里面装几个工程师，直接一波超时空传送过来压爆他的游离改。你看一个苏联大作直接过来。好，你看对面啊上面有一个这个基地，哎，我们直接出来。哎呦，基地啊收起来的反应速度非常快，但是它的核电是不是还是落到了我们的手里面来了？好，很想造这个油里啊，那没事啊，哎呀，空了一个坦克，没事，我们直接点爆它的油里。好，你看再过来直接点掉它的这个兵营，那这样的话这个小黄啊它是不是基本就没什么东西了呀？我们再点掉它的高科技，再过来直接带走它的重工。好，你看小黄啊造位造不了，只能造防空船了，然后我们的坦克再想过来呀，苏哥今天这个时候小黄直接受不了当场投降。好，那你看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个小黄啊给他带走了呀？那当然呢，我们带走小黄主要的目的就是小黄啊左上角有我们想要的矿啊，对不对？这两个矿柱吃起来呀还是非常香的。哎呀，这中间啊青色的牛车的数量太多了，我们顶就有点顶不住啊。这咱们呢采矿的牛车都被他的这个牛车给这火并给火并掉了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啊需要再次观察一下全场局势。很明显啊，你看现在啊
小红已经没了，我们跟小陈呐又是邻居，那就没有办法了。很明显，我们接下来啊，肯定得过去想办法，要不要打一下右边的这个小陈了，对不对？哎，你看游戏啊，瞬间卡了好久。哎，两个人呐、同时给我搞这拔线，这是不是？你看，老是有人呐给这拔线啊，非常的破坏我们的游戏体验。这让我们啊一直卡在那里，非常的难受啊。好，那现在啊，我们毕竟准备要跟小陈开战了。小陈家里面呢，导弹传的数量非常的多。你看，小陈呢暂时没想跟我们打，那肯定啊，是因为小陈他那个位置，其实他发育起来啊会非常的厉害。我们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说咱们怯战啊。虽然说我们的兵啊比较少，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打呀。你看这箱子捡的什么玩意儿啊？上来啊，给我捡了一个加血。好，那我们呢直接摸在他的基地。你看我们履带车过去捡箱子，结果给我捡到了一个火力了，这是不是就有点太搞了呀？我们本来要就是想传送过去啊捡个火力，结果呢你这个先后顺序啊搞错了呀，对不对？按理来说啊应该是先吃火力再吃这个加血，这就让我们呢搞得有点难受了啊。如果说啊我们先吃到这个火力的话，对面的坦克啊现在肯定已经死伤啊非常的惨重了呀，对不对？好，那你看对面的神盾啊直接过来了，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的高地有很多的这些坦克站在这里的。哎，还没有操作啊，神盾还在追着我们基洛夫，直接用坦克点射掉他的这两个神盾呢、对不对？然后你看我们的这一些海螺防空，他的导弹船啊完全炸不了。哎呀，对面啊有海豚，而且对面海豚啊操作十分聪明啊，他知道利用我们上方的这个小海沟，毕竟红警啊看起来是个 3D 游戏，实际上它还是一个 2D 的。好，那你看对面啊直接把我们的这一些防空车啊，我这一些防空车不能在外面再待着，要不然呢可能会全军覆没。那我们呢辛辛苦苦造的这个章鱼啊也没什么用了啊，这个章鱼被对面的海豚啊完全完克。好，但是现在对面家里没什么防空了啊，你看对面坦克，哎呀，坦克竟然直接冲过来了啊，赶快把这个铁幕套上。咱们这一波啊铁幕其实套的还是比较的完美的，拉上我们这一波坦克，一个打掉对面基地，剩下的坦克过来打掉对手剩下的这些坦克，对不对？下面有一个箱子一捡，哎，一个大炮，然后再一捡，哎呀，这怎么又是加血啊？能不能不要加血了呀？给我来个钱呐、也好呀、有钱的话我们起码啊能多造几个这个导弹船呢，对不对？好，那我们呢抽出更好了，直接传送他的导弹船直接丢到火里面去，不对，丢到他的这个坦克头上面去。哎呦，左边啊看那个样子已经快要打完了啊，那我们这一波啊节奏得快一点了。你看对面的这些航母啊根本就不是、不对，对面的这些航母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五位舰的对手，我们的这个五位舰啊高地那可是有防空的呀，一轮齐射他的航母直接带走。不过啊你还真不得不说啊，这个小陈这重工必须得给他干掉啊，要不然他一直重新造基地造出来那肯定是有点受不了的啊。而且我们现在啊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左边的绿色啊很明显家里面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那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把右边的橙色的威胁给他解除掉。现在手上啊三艘五位舰还是比较猛的，但是对面、海豚以低打高，哎呦，我们上面的这个神盾啊差点被对手给打掉了啊。好，那我们呢继续用这个导弹船过来疯狂轰炸对面的建筑。但是你看这个时候小青直接到我们的左上角啊把我们的矿区给打掉了，那没有办法了，我们赶快用坦克过来打一下他的基地。刚好啊这个小青啊他其实前期他造了这个他偷到了游离感，但是你看他一直没用，他一直没用啊其实就是怕会被围殴啊，他想跟那个小绿啊单打独斗啊，对吧？但是啊他现在还没有造游离感，咱们赶快啊抓住这个机会。其实我们的这个超时空位置是最不怕他有这个游离感的啊，哎，他不想被围殴就一直没有造游离感。好，那我们赶快抓住这个时间，你看把对手的这些苏军基地全都打掉。但你看他的蚊子，蚊子数太多了，但没关系，我们用电射，你看直接点到他的这个蚊子的腹地，他的蚊子啊全部集中到一块了，我们直接点他集中的那个点。你看他的这些蚊子，好，你看又集中了，我们直接再过来啊点他蚊子集中点。你看我们的这些防空车啊全都在金光闪闪，等级真正往上面升。好，我们的坦克就趁着这个机会赶快拆掉对手家里面的这些建筑。那刚好右边的这个城市啊被我们的卫舰炸的已经生活不能自己，已经直接当场拔剑投降了。好，那你看我们这一波啊坦克刚好拆对面的建筑啊，拆出来了很多的这些三线，拆出来了三线之后我们赶快进来啊打掉他的核电，打掉核电你看兵全都被我们给炸光了，围墙也炸开了。然后你看对面啊这个时候想起来他有游离感了，但是你是不是这个时机啊抓的有点不太对呀、
时机把握的太慢了，更何况我们现在手上啊还有超时空蓝，专门用来啊解除他的这个油离改的威胁。好，那你看这样的话，我们的坦克是不是就跑到对面的家里面疯狂拆他的建筑了？这小航母过来想干什么？没有任何的用啊！边上这一些船啊，也变成我们的这个移动的经验宝宝了。好，那你看我们这一把就一不小心的就又赢了。好的，感谢各位的点赞与关注啊，兄弟们，这一把非常精彩，我觉得点赞关注应该完全的 OK， 没有问题，对不对？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